天元君久违了、啊、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汉丹之心，当年我用半颗汉丹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还总算两清。我绝不会与你两清，我也不可能会两清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从此这世间再无凡人同舟，只有青梅帝君有缘。我绝不能看着他失效命运，我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小红书。